主料，猪里脊200克，鸡蛋2个，面粉50克，辅料清水，番茄酱45毫升，白醋15毫升，盐5克，白糖8克，料酒15毫升，白胡椒5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里脊剔去筋膜，切成半厘米厚4到5厘米长的薄片，在肉片中加入盐、料酒、白胡椒、水淀粉，半个鸡蛋清一起拌匀，腌制半小时入味。另取一只空碗，将鸡蛋打散，加入面粉、清水调成面糊，要保证面粉没有结块，用筷子挑起面糊能缓缓流下，然后将肉片逐一放入面糊中裹一下。锅中加入油烧到四成热，逐一放入肉片，用中小火慢慢炸至金黄色，捞出沥油，炒锅中加入少许油，用小火加热，三成热时放入番茄酱、白糖炒出红油，然后淋入150毫升左右的清水，用大火烧开，淋入白醋，放入炸好的肉片迅速翻炒，看到番茄酱裹在肉片上后立即关火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肉片除了用里脊之外，还可以用后臀尖，后臀尖有一点肥肉，口感比较香嫩，而且用后臀尖即使炸的时间较长也不会太干净。锅包肉要现做现吃，最后上桌的时候要保持酥脆的口感。如果是宴客，建议最后做这个菜，要不然等菜齐了客人再吃就觉得皮软了。除了用番茄酱来调味，也可以用蜂蜜和白醋，总之要做酸甜口味的尽量选择白醋，千万不要用家里常备的酸醋和香醋，这样颜色会很奇怪。要想整个菜味道和造型更好，最后可以撒上适量葱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